维持现场的秩序。好了，2024年的夏日，我们迎来了月火的第15年。谢谢线上和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，希望我们的每一个舞台、每一步成长，都能让大家看到满满的能量和快乐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肯定要请到月华的大家长一同来庆祝。现在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、最大的尖叫声欢迎我们的月华娱乐 CEO 杜华女士，杜总。好，姑妈来和我们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姑妈来讲讲，简单说几句。首先，特别感谢现场的每一位观众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月华的今天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未来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、更加努力的为大家献出更好的音乐和影视作品。谢谢姑妈，每次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啊！接着请杜总带领大家一同庆祝月华15周年。现在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15周年纪念蛋糕，哇，好漂亮啊！来，不知不觉间啊，月华娱乐已经走过了15年头。这期间有太多美好的瞬间，最要感谢的就是现场和线上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你们。现在请杜总来和我们的艺人朋友一起点亮这个大大的蛋糕，我们把我们这个透明的罩子就可以点亮它，还有我们的月华 logo， 我们把它摆正一点点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谢谢一哥。我们手传手，心连心，来一起点亮我们的月华娱乐大蛋糕。我们一起喊15周年快乐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15周年快乐！哇，谢谢大家。今年月华可以在这么棒的舞台上庆祝15周年，要特别感谢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、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、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、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、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、上海市虹口区消防救援支队、上海虹口足球场的大力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而且我们今晚的月华15周年演唱会能让线下线上这么多朋友看到，要特别感谢 TME Live 腾讯音乐超现场以及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，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、独家宣发合作伙伴微博音乐、新浪音乐、微博演出、新浪演出、独家传播合作伙伴新浪娱乐、微博明星。也谢谢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有你们的付出才有今晚这么棒的舞台。好的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，接下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有